留咱第三大厝台湾妈祖联谊会，在咱今仔日全国天祥圣庙会好会妈祖之夜，感恩孝道，妈祖是咱台湾的母亲，请来欣赏着咱今仔日又为咱欢迎，为咱制作微电影，谢谢。欣赏我的电影哈，电影的这个欣赏啊，要来感谢这一处，就是在咱三十六处哦，我的这妈祖联谊会，在咱后背福安宫啊，就是我的堂亲妈来举办。二七处、三十七处，就是来自咱家人哈，咱家人，咱的家人圣安宫来举办哈。哎，来感谢，哎，非常感谢在咱圣安宫啊，感谢您的光临哈，谢谢。欣赏，哎，来福安宫特别给咱准备的哈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我嘛无讲，无过问啦，无过追问，搁再行一底仔路，
徛安尼坐坐，啊，到尾啊吼，我就看到迄个新面的队吼，伫迄个园遐来啊，我全力冲去安尼吼，啊，全力精神起来。啊，所以讲我尾啊，我家己想想，就是妈祖去甲我，算讲甲我救回来就对了。啊，了后回来吼，全力好改造。我迄个时阵已经想讲，拢交代好势安尼，我想讲我无法度，但是我无看病也无办法，就是我家己感觉已经无法度好度。感谢咱好尾，咱德兴宫，哎，感谢咱德兴宫哈，来。啊，咱卡玛卡顺天宫非常欢迎。好，哎，这三宫俩，咱来报上一个。啊，咱中华，咱的宏愿吼，咱的新兴，咱北天宫，谢谢。啊！一个咱新华，咱新华哈，咱的保汉，咱保汉，咱的哎汉保，这顶安江，谢谢，感谢。我咱准备出差哈，6:31哈，咱准备要来出差，感谢。咱今仔日上个辛苦，哦，咱撞破西，非常辛苦哈。甲咱江都好食料理，大家卖客气哦哈，尽量甲食，哪食哪有价，搁哪食哪好价哈。啊，咱即摆咧后半段节目，赶紧，隆重，咱来甲伊介绍。